还有我是葡萄一位，这款上回战，那这次我们来抽一个角色。好，先来到我们卡池这边，卡池，好，就是这个黄月英。然后他之前的 SSR 嘛 ，SSR 我已经有用那个樱花石去收集到了，就是在商店那边，然后用樱花石给他收集到了。那这次我们就来抽这个UR哦，这个 UR， 棒球哎，哇哇哇哇，哦，这个棒球妹我喜欢，哦。之后的职棒嘛，我觉得台湾的职棒应该找这种来开球，对不对？而且他没穿内衣，我都可以看得到他敢棒球，好，好不好？然后还哦，露内裤白色的哦，好吧，应该要被黄标了，我知道。好，就赶快来抽吧。那么我们就抽。然后他原本已经有十个碎片，是我好像有一次单抽的时候抽到的。哇，哎，我没有用仙丹啊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没有用仙丹啊，他就给我十个了，好、哦。同盟，然后继续，哦，五个，好吧，反正这个只有一万而已，而且它只有60个，那就慢慢抽吧。来点元宝或者是仙丹还我吧。哦，卡蛮久的哦。哦，七个。七个我要分享嘛，好吧，先分享给同盟好了。反正就晒一下，好不好？晒一下，好，剩下最后23个 ，Come on， 五个，然后最后18个，多一点给我吧，大大啊，来最后13个，多一点给我吧，好，最后7个。一次过吧，靠，居然没有一次过。然后他给我这个樱花石，好吧，有樱花石也不错嘛，到时候可以买仙丹。OK， 单抽，快点给我吧，好不好？最后3个给我，好不好？给我啊！干，有必要这样对我吗？鸡歪耶！好，管要保底。OK， 5个，好，那我们就拿到这个黄月英了。哇、wow ！哎，他这没穿而已。哇靠！哇靠！应该找这个来开球，没错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应该找这个来开球。好哦！哦，哇哇哇哇！哇靠！他奶都快跑出来了，而且他那一个他的上衣嘛，看起来好薄、哦。OK， 那么这个角色我们就是拿到了。那么那么就准备来解锁他一下。OK， 黄月英，我们就解锁他是诸葛亮的老婆啊。诸葛亮的老婆 ，OK， 拿到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些他的保险，来给我看一下，该不会是他内裤吧？啊，不对，应该是棒球手套。我觉得应该是棒。哎、欸，他刚才对我抛，好像对我眨眼、欸。哎，有他刚对我眨眼吗？哎呦，眨眼，对他眨眼了。好，应该棒球手套吧？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是那颗球啊！靠，他的保险那颗球。OK， 改造棒球。这个，好像一颗眼球，我觉得应该比较像一颗眼球。OK， 那么这个就是拿到，好，宝物拿到，那我们再解锁一下他的羁绊。OK， 他的羁绊目前我就收集到一个，好，没关系，反正能解锁就赶快解锁了。OK， 战力加80几万，然后东西也都拿一拿。OK， 那我们就是来看这个角色的特效。我们先从 SSR 开始看好了，然后 SSR， 然后他穿着是那种欧洲式的洋装，哎，不对，洋装本来就是欧洲式的，反正就是洋装就对了，然后他背后拿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他背后拿的是斧头吗？好像那个，哎，不对，他背后拿的是镰刀、欸，哎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他背后拿的是一个镰刀，哦，哇哇哇，然后哦，这个什么吊带袜，这个吊带袜我蛮喜欢的。好，那么就有点女仆啊，有点接近女仆风格。哦，等一下，等，你看它中间，哇靠，有个中间露出一点点南半球。身为就是住在北半球的我嘛，可以看到南半球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住在北半球的我可以看到南半球，真的很开心。好，那么这个 SSR 角色嘛，它造型。所以他是机器人吗？感觉他好像是机器人，因为看他眼睛，然后看他这个，
所以他机器人吗？我记得之前好像看到一个什么叙述嘛，就是一个什么问答什么叙述之类的，反正在好像不知道在哪边看到说什么这个游戏的黄月英是机器人，应该是吧？我不知道。啊，就算是机器人我也要，好不好？我全都要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，他在干嘛？他看到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我想请问一下，这颗球看到什么东西？你看，哦，他这样跑到人家下面，跑到人家裙子底下，然后在那边，你看，哇，所以他看到一些白白的东西就对了，看到人家内裤哦。好，那么 SSR 我们就已经看到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准备来看他的 UR 啊，最佳投手。哇，真的，我觉得就是他那个。诸葛亮嘛，诸葛亮不管是他的 SSR 好啊，然后 UR 还有他 UR 加，那胸部都特别扁。然后他老婆黄月英反倒比较丰满一点啊，各位观众朋友哦，你看这个很丰满啊，对不对？哇哇哇哇哇哇，哇靠，这个南半球跑出来哦，呜、哦，好、哦。哦，直棒要找这个开球，麻烦以后台湾直棒找这个开球好不好？你看，哇哇哇。哇，他脸红了。哇，你看他刚脸红了。哇哇哇，靠！哎，他整个屁股蛋都跑出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们看他屁股蛋都跑出来了。来，点一下。有，你看屁股蛋跑出来了。好吧，这部影片大概要被黄标了。好，点头哎。哦，点头，他会那个脸红一下。那点胸部哎。点胸部，差不多好。那点腿。嗯，好，我爱棒球妹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爱棒球妹。请问现在，就是以后如果真的有这个嘛，有这样的正妹嘛，去开球的话嘛，有正妹穿成这样去开球的话嘛。我告诉你，台湾棒球应该有救了，因为每个人一定会去看球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有这样的就是露出南半球的正妹去开球的话，哦，台湾的职棒就有救了，每个人嘛都一定会去看球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至于是看哪一颗球就不一定了。好，那么白色内裤，然后没穿内衣，然后很透明薄纱，好不好？然后好，不错哦。然后这边是谁？这边是那个什么董卓。然后是什么小圆，然后这个是什么文中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好、哦，好、哦。那这边还有少女回战 logo， OK。那么这个角色我们就诸葛亮的老婆，我们就这样拿到啦。那之后的角色我也是会继续收集啊，那就能收集多少算多少，然后能拿就拿，好不好？能摸就摸，有球就看好不好？有多少球我们就看多少球，这样子讲 OK 吧？啊、哦，各位观众朋友，这样讲 OK 吧？好不好？哇，他其实腰也蛮细的，然后他腿真的，他们腿的比例都很不正常。我觉得 model 应该也没这样的比例吧？你看他的腿都快到他的身体一半了。他两倍啊，他腿都快他身体两倍长了。好，那么就下个角色再见了，各位，拜拜。